近期呢，雅加达君悦酒店的苏米日，也就是紫日餐厅，推出了多种经典的美食，由厨艺精湛的日料大厨亲自掌勺，为顾客带来正宗的日本美食体验。探索美食是人们生活的一大乐趣。雅加达君悦酒店一直以来不断创新，除了居住服务外，也为顾客提供非凡的美食体验。今天跟我一起来探索正宗的日本料理吧。位于雅加达君悦酒店内的苏米雷是极其著名的日本料理高级餐厅，吸引了顾客慕名而来，只为品尝正宗的日本美食。据了解，这家餐厅的大厨 Hiroyuki Ito 是一名来自于日本福岛县的日本料理大厨，在亚洲各地执掌领先的日本餐厅有超过25年经验，也为这家餐厅的美食增添了地道风格。这次大厨就为我们烹饪了烤和牛配米饭及海胆刷刷锅虾汤正宗日料，食材直接来自日本，如海鲜、肉类、调料等，再加上大厨精湛的烹饪手法，让整个料理变得更加美味鲜甜，回味无穷。此外，伊豆大厨表示，传统的日本料理是他烹饪哲学的基础，他还相信现代美食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じゃあこっちから行こうか。こっちはあの焼きおにぎりをベースに、肉の焼いたのをかけてあんかけてます。ちょっとあの料理屋さんでしかやってないような感じの料理です。こっちの方は冬、今日本が冬なんで今の時期のスペシャリティ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はい。这家具有浓郁日本乡村别墅风格的餐厅，提供优质的日本美食及时令菜肴。此外，还提供多种清酒选择，以及铁板烧、天妇罗、炸串、寿司和生鱼片等，充满日本风味的区域，让每一位顾客都能感受犹如身处日本境内般似的品尝日本美食的感觉。美都新闻记者张曼曼、亚林采访报道。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